来示范一下吧。你觉得我需要哪个？你都来吧，你都来吧。我刚下完超越班，我还要在这儿搞这个。哎呦，太远了，怎么了啊？这都对你深情唱歌，来对着徐艺洋开始唱啊、哦！但可以，这个是方向盘可以的。你先唱歌嘛，边唱边方向盘。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饶了我！你选一个车都没有的，让我们在这。我们有，我们有。妈呀！哇，这个不是在考初二之前练的那个吗？坐在这上面能帅得起来吗？哥，那是大货，你开的这是。哎，是这样的吗？你看后边，这只手一定要放在副驾。对，哎，你这就专业。对，比如说，我这个知道。对，单手倒车。火车站走吧，火车站。男人侧身站着，姿态散漫的抄着兜。露出那双沼泽般深不见底的眼睛。沼泽般深不见底的眼睛。怎么的？我还没演呢，我还没演呢，我还没演呢。缠在脖子上那条黑金交错的豹纹丝带。是他狂野霸气的绝佳象征。胸前别着的那簇火焰般炙热的红羽毛钻石玫瑰，和他一样危险又迷人。他总是戴着手套，摩挲着还未刮干净的胡茬。眼神够不够像沼泽？只见他单手握着方向盘，微微侧身，露出45度黄金侧脸，轻声地问道：“是尾号505的用户吗？那就按导航走了啊。”什么？对，黄泉路哈。阿萨和涛姐点评一下吧。涛姐都吐了，点评。哎，怎么他来这个节目也要就是演完然后再被点评哈？我跟你讲，这个配置跟超一班一模一样，都是一群导师这么看着我，一群机器录着我。好，来开始说一下刚才台词的节奏怎么样？太恶心了。你告诉我，刚才我哪个动作是最恶心的？最恶心的是哪个？摸胡子那个，就那戴手套摸胡子那个。我觉得很酷啊，我觉得很酷啊，我觉得酷，你看，对啊，我觉得很酷哦。我觉得他肯定厉害啊，他练武的人，对不对？哥，你小心哈。嗯。你万一的力气实在小了，你突然开那一下，可能你今天晚上录不了了。怎么算打开？就这样就要打开，会很明显的，待会儿就知道了。待会儿你可能会打很开，就我们就知道了。天哪，好紧张呀！就是为什么？好，来了，三、二、一，开始。我真整不了啊！真整不了啊！我真整不了啊！真整不了啊！我真整不了啊，真整不了啊！算打开吧，算打开吧。打很开，你输了。你是因为跳舞，他腿很有力量。那肯定他跳舞，他那夸夸哭哭那啥。你平时你腿都不动，你下半身你都瘫坐在凳子上。我跟你讲，我这要再输了，就真的我能输你杨迪。西门迪，我跟你讲，我封氏家族整个颜面就在我这儿了。现在两个企业看谁的胯好。没听过我的歌吗？胯。主打的就是一个胯。
来，三二一，开始。多一点。我再动多一点。滑起来，滑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我。啪叽，杨迪，啪叽，杨迪，大家，西门迪，哥，哥，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我能输你，杨迪，哥，你这条腿废了，你这双腿只能说。爪爪你太搞笑了你哇但是他的膝盖好尖啊好痛啊你看真像这个把刀拿出来真的他的膝盖好爹把刀拿出来刀把刀拿出来你很像有一种那种虫腿是带倒钩的蚂蚱人三二一走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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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还没使劲呢好吧好吧 OK 来来来我们自己来我们三三二一这个什么的我的哇一总是一风势加多停为了荣耀滚打开你风势集团两双腿都没了打开呀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就三 OK 我最后一次三二一啪打开呀啪哇没劲了没劲了没劲了哇恭喜司徒家族获胜啊完了你们风势集团腿都烂了哎呀腿都烂了哼但是裁判裁判嗯他的牛仔裤很厚所以会给他帮助的咋是脱了呀人家穿着来了呀这不太好不太好里面就来吧 Harry 没事啊其实没有的没有没有的上官家族司徒家族2024年终极对决来准备好来耶啊突然间都没有没有三二一开始好我来我来不是吧好我按照正常节奏好不好好来三二一开始我加油加油我司徒家族加油啊加油司徒家族司徒家族加油司徒家族的腿好像不太行了司徒家族上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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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赢了恭喜上官家族获得第一名好强啊他练武当然强啊我在团里是最弱的没想到来这里竟然能得第一什么意思赢了赢了还讽刺我们那我还说什么了那完美头肩比吗确实哈就这个适合我啊那你和司徒宪华一起了你知道我跟你说个实际的事情这个垫肩这个事情啊一般叫看破不说破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是讲出来的就是 Henry 他有天说哇你有垫肩这事是不能说他给说出来了我现在就要跟他一个公司跟他斗一斗
但是你被他说破以后，你越垫越大哈，真的，你这次下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垫到这儿？下次我们站不了他旁边，根本站不了，戳出去。哇，我可以看吗？可以啊，你想看什么？哇，衣服都是新的。嗯，我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这个不是这个垫肩 T 恤吗？啊，你是不是看我永远只穿白色、黑色两种？我一样有50件。Cool. Oh my.因为我怕它那个垫肩会变形，旧了就要换新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记住。哎，这一次很开心。为什么开心这次？因为听到你会来，我就其实很开心。真的吗？真的真的，因为上一次真的太好玩了。跟你们在一起很开心。你知道我昨天来的时候跟他们讲，就是我最近几年我只参加过2个综艺节目。啊？是吗？然后这是第二个。哦，为什么他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固定化的一个规则或流程？嗯，就大家很开心，我觉得很放松，就是所有人是很放松的时候，效果就很放松。嗯哼，所以我来这儿，我觉得很像参加了一个团建，就可能就是周末去玩的一个活动。嗯嗯，这个真的有那种感觉。对，我很享受，因为我不知道下一秒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又能融入到每一秒钟。我也是一样。是不是就综艺我是5年没参加过，我也不来，所以我才会这一次我还会选这个节目，因为我也想就是我也想放松一下，就是给我自己一点的空间能放松。哇，我没看错吧？ Oh my god、哎、哇刘，现在走来的是肩并肩两兄弟。哇，一人敲了个蛋，好可爱啊！啊，这个衣服我也好喜欢啊。我觉得这个梗可以到顶了，我们表情要凶一点，凶一点。欢迎我们肩并肩两兄弟司徒宪华以及我们的封子潇。哇，来两位这边请。哎呀，给你们挪个位置啊。太震撼了，两位！哎呀妈呀，还是个连体婴。我们是要碰杯吗？哎、hey, ，cheers！ 辛苦了，朱坚。辛苦了 ，Harry 坚。对你对这一套什么感觉？把你这个梗玩成这个样子了，我太喜欢了，我好颠。来问一下司徒家族的人，你现在为什么肩上的担子已经这么重了？说什么？好吧，两位这边休息一下啊。好。哇塞，我刚刚，小心！我给你们讲一个笑，哎，笑话，笑话组合，你们俩叫笑话。笑话。知道为什么我有很多笑话吗？我叫刘秀华。笑话组合挺好，真是比肩并肩好听。所以我们是 Joker 是吗？对 ，Joker 笑话。笑话。哦。来，你们是？我们是笑话组合。没问题，只要 Harry 记住了，我们都记住了。就是我们一会儿玩个游戏，然后就是他说1、2、3、4，我们抢数字，你说3，我也说3，或者说跟任何人是说到就要说对方的名字。那这是新的名字，昨天那个名字。太为难他了。大家都给 Harry 再自我介绍一下吧。哎，不，为什么要给我？不用给我，给互相。你好，我是西门迪。不用对着我说，不用对着我说 ，Harry， 我风风波，小看我，啊，大看你，大看我啊，大看你，大看你。你好，你好，各位好，我是西图，西图，完了，大满你在介绍，司徒宪华，司徒宪华，一，二，三，四。那个司徒，西门丁，哇！哇！我叫哥，哎，你牛不牛？牛！小看我啊！真的，他很厉害。厉害哦！还好是的，输给司徒了。厉害！或者我就盯着西门丁。对，你要针对谁，你就等他。我发现你盯着我，司徒。那我们直接来吧，好，正式开始会了哈。一、二、三、四、
我红，我红，疯子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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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向滑，啊，我不对吗？疯子猪是什么？我不对吗？疯子猪，啊，你是谁、啊？对，我现在也可以叫疯子猪，你觉得我叫什么？猪子猪啊，疯子猪。好，那我就叫。一、二、疯子猪。干啥？你们？南宫卓妍。一、二、三、四、五、六。啊，猪子包子包子红烧。哎哎，同时哎。那石头剪刀布嘛，我跟我哥输了的就这把扣一分嘛，来嘛，石头剪刀布，扣一分吧。谁输了我看不见。你，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的是你。好，别骗我。一、二、三，快！哦，哎，先我摸，把金爪的上去，疯子上。OK。你说了个啥呀？哎，爱吃肘子。没事没事，他还，反正你还有一条命嘛。一、二、三、四，爱吃猪肉的条子，上官你好。哎，他声波攻击。爱吃猪肉的条子，上官你好。这嗓门太大了。一个硬汉能给人安全感。硬汉是什么？就是 strong man， 就类似于 superman 那种感觉。然后他超人啊，超人就是这样肩膀，对吧？是个硬，那也不一定超人，钢铁侠。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感觉知道的差不多了。只有两位肩膀男稍微有点问题。你就帮我们赶紧想吧，因为我跟 Harry 是没有办法，我们俩想不到。你们两个基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有没有兄弟企业？跟企业没有关系。人物是兄弟。哎，你们会不会是这个？什么？镶金白玉闭环，两个环。我俩是闭环呢。这个环两环。那这是干嘛的呢？但为什么有自行车啊？对呀、啊。怎么了？椅子吗？椅子吗？椅子？倒不是椅子啊，是吗？如果他们画得很好，你肯定可以猜，能猜得到。他们一旦有一个人画得不好，你就猜不到。一，时间到。其实不错的，挺棒的，但是就是说挺惊悚的。我不知道后面的几位老师如何演绎。时间到。计时开始。 OK 的呀，很 OK、啊、你也猜出来了哈。 OK。计时开始。哇，太简单了。三，这个简单。二，一，时间到。画得好。时间到。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名号这我能看懂。我跟你讲，这个名号完全我都看得出来是什么。太明显了，你越这么说你越没看出来。我毒视。哎哎哎，怎么这又毒视了？上来，我队友天天的跟对面发毒视，说你信我，发毒视，你信我，有病似的，你走吧你。Henry、子潇，你们的真实身份是？我们有讨论了很久。第一个想的是什么？是超人，给人家安全感。后来发现有个问题不对，就是自行车和这些人联系不上。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导游讲解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是结合了自行车。这个城墙上面，大家可以去蹬个单车，绕着城墙转一圈。
只有那一样。对的，任何都没有，任何都没有。然后刚才我们俩讲说，我说双开门是什么意思？冰箱。所以一门、两门、三门、四门，城墙现在东南西北四个门，只有这是东南西北，对吧？安全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点，我觉得安全感不一定是个人物，我觉得我们可以是历史文物，想大一点是，它保护的不是某一个人，是保护的整个长安，是长安，长安，对不对？对，说得好。我们一起说好不好？好的，好，一二三，西安城墙。